听你的。美羊。这么巧，刚好碰到你了，在这把钱还给你吧，省着再去找你。我说了，我不着急用钱。拿着吧。张总监有钱了，准备怎么和女朋友庆祝啊？不好意思，我们先走，走吧。想看电影吗？还是先去吃饭？都可以啊，听你的。走吧。你刚说看电影，看什么？他现在有什么电影在上映啊？你喜欢看哪种片子啊？文艺片呢？哎，之前那个路边的野餐他们说很不错，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红星，怎么了？江老师，不好意思，电影就算了吧。你累了？没关系，那不去看电影好了。我查过了，你公司附近有个牛排馆特别好吃，我们去那儿吧。真是不好意思，改天吧。我先走了。张红星，真是混蛋！
怎么会来？我有句话想跟你说。有句话，很早之前就想跟你说了。其实之前有个机会，但是那个时候你的状况不好。其实在微信上跟你聊天的一直都不是我。不是你，那是谁？是彤彤。我应该想到的。对不起，我也要代替彤彤跟你说声对不起。我知道我们父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生活。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我心里面有另外一个人，我们绝对有可能是另外一种交往的方式。只是，我了解，我知道。彤彤真的很喜欢你，我对于我们两个对你造成的伤害，没关系，真的。没事，是我自己误会。张无心。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姜老师，开门啊！你找谁呀？啊，我找江慧，在吗？搬走了。搬走了？他不是刚搬进来吗？我这还纳闷呢，这才住了几天，就给我打电话说不住了，押金、新买的家具。都不要了。那您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哎呦，这我可真不知道。他只说钥匙在屋里，让我来拿。我这还没看见人呢。哎，喂，张老师啊，门口有人找你啊。谁找我？一个叫张彤的女同学。
人说是你班的。那个，麻烦你告诉他我不在，谢谢。你好，欢迎光临。喂，你好，我是江慧，现在方便和你见一面吗？好，那我等你。你来了，你好，走。要喝点什么吗？不用了。是这样的，很抱歉啊，那么唐突把你叫出来。我是想在临走之前把想说的话跟你说一下。你要走了？嗯。跟他一起？哦，不是，是我一个人，他不知道。我想给自己休个长假，出去走走看看。我真的很喜欢张红星，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男人像他那么聪明、睿智，还很幽默。所以，即便我知道他心里有你，可我以为只要我真心对他，他就能够重新开始一段感情啊。可是没想到我错了。那天我看到你在车里哭，我才意识到在爱情里面它真的是分先后的。
在张红星的感情里，我知道了，他的爱情就是属于你的，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想向你道歉。如果这段时间让你误会、伤害到你，我很抱歉。我和张红星真的没有什么，一切都是个误会，是我一厢情愿。我希望你不要误会他。我很谢谢他，他给了我一个梦。现在梦醒了，我也该退出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你不要误会他。我说完了，那我先走了。焦老师，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拜拜。焦老师，你那么漂亮，肯定能找到那个对的人，比他更优秀。拜拜。老师，您知道姜老师去哪儿了吗？姜老师他辞职离开了。辞职了？他怎么没跟我们说呀？哎，你是他们班同学是吧？嗯。这个是他让我转交给一个叫张彤的同学，你能给他一下吗？行。谢谢老师。客气。彤彤，很高兴能认识你，并跟你成为了亲如母女的好姐妹。这段时间呢，谢谢你一直陪伴在雷神的身边，为他操碎了心。他让我替他跟你说一声谢谢，这个徒弟啊，没白收。由于一些个人的原因，我要暂时离开了。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养好身体。小小年纪就得了胃病，以后可怎么办呢？你要记得每天都要背诵古诗，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丁阳，别总是张冠李戴的闹笑话。还有你要听话，不要任性，别老跟你爸爸怄气，要理解他，他很爱你。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不能和你以及我可爱的学生们当面道别了。我可不想在你们面前流眼泪，那我辛辛苦苦树立的犀利女魔头形象岂不荡然无存了？箱子里的东西呢，都是我之前没收的，请你帮我还给大家吧，再替我向同学们道一声珍重。谢谢你们的陪伴，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光我很快乐，无论在哪里，我都会默默地为你们祝福。走了，彤彤，不要掉眼泪哦。你这个多愁善感、外冷内热的小人精，我会想你的。拜拜。
红心，对不起啊。我知道出这么多问题，其实都在我。江慧找我说这是个误会以后，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我引起的，我特别对不起你。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对这份感情太没有信心了，这些都是我引起的。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压力好大。压力？为什么？因为我离过一次婚，我还带着一个孩子。我觉得我条件不好，你那么优秀，在你身边肯定有很多比我优秀很多的女生，我觉得我配不上你。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我们俩在一起，我老是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都是你在帮我，可是我什么都为你做不了，这对你太不公平了。其实我真的很怕失去你。美阳，你错了。离了婚怎么样？我也离了婚了，我也带着一个孩子。这样的状况是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都已经清楚的。你说付出，从我到 PH 的第一天，你没少为我付出过。虽然你总是开玩笑，你说你有拿佣金，但是我都清楚，你为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只是希望，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不管任何事情，我们可以一块去面对。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子。当我想到一个人的时候，我心里是暖的。我真的很希望我也能做到，让你跟我有一样的感受。不过，当你出现在搏击俱乐部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你的领导维卡是我的闺蜜，上官呢又是我的粉丝，所以你的一切行踪都在我的掌握之中。哇，你的心机这么重，我要怎么样才能够逃出你的手掌心啊？后悔没有？特别后悔。特别后悔没有早点遇到你。今天学校怎么样？还可以。一会儿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你关阿姨呢？现在在排队买游乐场的门票。我们今天带穆迪一块去。我不去。哎，彤彤，彤彤，你怎么了？我说了，我不去。姜老师都走了，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你还有心思跟那个女人出去玩？要不是因为他，姜老师就不会走。姜老师的事情。不是那么容。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妈？我就说你妈怎么了？彤彤，要不因为她姜老师不会走，我恨她。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妈。不可以动手，知道吗？彤彤，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就这样。彤彤。
踢到哪儿了？你们怎么样？啊，先上车吧，来。彤彤啊，奶奶，江老师他走了。啊，彤彤，你在哪儿呢？你爸没来学校接你吗？我爸他跟关美阳在一起，他不要我了，我要回美国去，我不在这待着了。彤彤，胡说什么？别急啊，奶奶爱你，奶奶关心你啊，谁要欺负你啊，我就跟他没完。你等着啊。奶奶马上来接你啊。目的怎么样？好多了，已经，别担心。对不起，我不知道彤彤的反应会这么激烈。别那么着急嘛，江老师对彤彤那么好，对彤彤来说像妈妈一样，那种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能明白。我这边没什么事了，你去看看彤彤怎么样。谢谢。张无心，你在哪儿呢？我跟你说啊，你不许再伤彤彤的心，赶紧到学校把她接回来。你要再伤她的心，你就不是我的儿子。行，妈，我知道了，你放心吧。你好，你好，我是郑红的家长，请问你今天有看到他吗？没有。啊，今天没见到他。谢谢。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是郑红爸爸，请问你们有看到他吗？没有。谢谢啊。喂。我马上来。彤彤，哎，你小点声。他们睡了没有？彤彤，别喊了，就在上面跟丁阳玩的挺好的，你就让他在我这住两天行吗？那怎么行啊？那怎么你现在上去有把握把他带走吗？上去再吵一架？呀，啊，缓缓，给大家点空间，小孩嘛，过两天就过去了。会不会太麻烦你？麻烦什么？跟丁阳一块儿多好。那行吧。谢谢你啊。跟我客气什么？你赶紧回去吧，着急上火的。行，我回去跟我妈说一下。哎，我送你。妈，找到彤彤了，您放心，他在老丁家呢，他在那儿定要陪他玩，没事儿。啊，你看你这个爹，怎么挡的？是，我把他宠坏了。是我把你宠坏了。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呀？放着好好的人不过，非得跟关美阳在一起。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呢？啊，你一次两次三次，总是被他牵着鼻子走。
怎么？看你心神不宁的，有什么心事是吧？我真的觉得，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债，结果现在一下伤了两个女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段总，你教教我，以你丰富的人生阅历，给我指导指导。你这个问题啊，你说要是我再年轻个二十岁的话，咱们俩还可以互相切磋一下。这问题可能是我来问你啊。不行喽，我的战场是在商场上，不是在情场上。这问题我帮不上你啊，我想以你的智慧你过得去的啊。这么说你跟拍拍和好了啊？那真是天大的好事儿。他对我的好呢，我都记在心里了，我也都明白。我觉得最起码应该给我们俩彼此一个机会，这样对对方都公平一点，对吧？你能这么想就对了。在我看来，你们俩真的很合适。呀，说说你的事儿吧。我的事儿？我什么事儿啊？ EAG 呀，你看你休假一个月了，行与不行总要告诉我吧。哎，陆明那个 case 我会给你做备份的。哦，陆明啊，我跟他谈过，上次相亲那个联谊会我跟他碰见了。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吧，等我决定了第一时间告诉你。您好，朱小姐，这六年的快递鲜花是陆总送来的。谢谢啊。哇，看这意思可不是光邀请你工作啊。干嘛？我也渴望爱情啊。不过感情和工作我是不会混为一谈的。美卡，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什么事儿啊？关于陆明啊？反正如果从 business 角度呢，我肯定是希望你去他那工作的，我能挣到钱嘛，对吧？但作为咱们俩感情来说，我是觉得，你说你跟他，接触时间也不长，可能要多了解一点吧。万一要有什么小问题呢？小问题？谁没点小问题啊？我又不是要找一个完美无缺的男人，现在就先处处看吧。嗯，大家都觉得相处得很舒服就 OK 了，也没什么太高的要求。行，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说别的了。哎，别别，咱们俩是闺蜜，当然得无话不谈了。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当 CEO， 总是得板出一副领导的样子，搞得我对自己的认知都改变了。哎，说到工作的事儿，我给你透个底啊。PAG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说法，我是不打算再回去了。好，我尊重你的选择。我把我的青春都献给了 PAG， 奋斗到 CEO 这个位置也算是到头了。我现在唯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 CEO 以后让谁来当？你临走的时候不是把工作交给蕾蕾了吗？哎呀，那不过是个权宜之计。就 PAG 目前的人员配置来看 ，Purple、Lily、Tom 就不用说了，处事圆滑，眼界不宽。Purple 呢，工作能力是很强，可他在管理和处事方面是有方法问题的。
CEO 这个职位得把控全局，派派到公司的时间太短了，这么短的时间难以服众。莉莉嘛，人是很聪明，八面玲珑，可是她的为人有瑕疵，这点我非常清楚。如果没人约束她，是会出事儿的。可以呀，你分析得够全面的。我在 PAG 这么多年了，在公司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还长，我对公司当然是有感情的。明白。不是当着你的面说哈，这三个人，我还是更倾向于派派。可惜呢，我现在说话也不太管用了，我这个前任 CEO 只能是建议一下，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公司总部那边。挺美的啊。嗯。喂，我刚回国，怎么了？我不回来能怎么办呢？我在那待着，我也还不上钱呀。你放心，我不会跑的。等我赚到钱，就把欠银行的都还了。你现在身上不仅仅是信用卡透支不还的官司了。What else? David 已经起诉你了，告你恶意侵占了他的财产。The bastard! 当时我去申请开户的时候，他是同意的。赚了钱的时候，他还让我加仓买入呢，现在怎么能这样啊？我不交这个钱，不交盈亏差价是要被强制平仓的。我好不容易才熬到现在啊！安吉丽娜，这事儿你不能怪别人。要不然这样，你跟戴维好好说说，让他还还行吗？让戴维和银行给我一点时间，我以后每个月还10%加上利息，一年之内还完。All right, I'll try it. But you better do what you say, otherwise I can't help you anymore. 老流氓！哎呀，谢谢你啊！我呢，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我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能不能就别让我参加选拔赛了？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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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绝对不行！我告诉你啊，这次参赛的学员选拔完全是按照国家队的标准。谁也不能走后门。你今天要是不来的话，这次比赛你就别上了。哎呀，那行吧，我这就过来。哎呦，十年都不变。你那个鱼趁新鲜，先吃了啊。彤彤，走吧。彤彤，回家了。彤彤。你这么打他嘛？娘。哎，跟彤彤说再见。喂，拜拜。拜拜。不行，让他在我住两天呗，很方便。没事儿，那我过不去的坎儿，对吧？你妈彤彤都是女人，得哄哄哄就好了啊。我倒觉得重点是，让那个关美洋把维卡弄回来。
要不然怎么混？这事儿在琢磨吧。现在对我来说，家里的问题比公司的问题大很多。走了，谢了。办点正事儿啊。怎么少了一个呀？我买了两个还是三个？老糊涂了，哎，老糊涂了。到底买了两个还是？啊！哎呀！怎么咸菜没了？像头、啊，你胆子挺大。妈，他刚不打了汤吗？陈小玲，你怎么进来的呀？让我拿过水去，热死我了。妈，你快给我拿点水啊！姜老师就这么走了，怪可惜的。嗯，是啊，嗯，攒点劲儿。嗯，你说张红星是不是缺心眼儿啊？这姜老师哪儿比不上关美洋？是啊，还是没缘分吧。我看他跟关美洋啊才是没缘分的。哎呀，哦，呀，没事吧？啊。哎，挺爽的，那个这边吧。哦，哎，好好好，我轻点啊。啊，我看他们俩呀，够呛。他们俩在一起就从来没消停过，你发现没有？哎，是啊，不有句俗话说的好吗？不是冤家不聚头，嗯，但是他们俩见面就掐吧。还越掐越上瘾，越掐还越有点感觉了。你别提那个什么不是冤家不聚头，哼，就是冤家路窄。我跟你说吧，你，哎，你至于吗？你到底让不让捏捏了啊？捏，捏，捏，辛苦了。哎呀，哎呀，那就换个地儿，换个地儿。哇。嗯，他们两个呀，好不了。哎呀，哎呦，哎呀，是，我同意，我同意。哎，就光彤彤跟那个关美洋那关系，他就很难处理。你说这彤彤现在是吧，青春期那小姑娘，难对付着呢。我把话撂在这儿，你就走着瞧吧。哎，不过这事儿。这事儿谁也说不准啊，感情的事儿是吧？说不定人就成了呢。他们俩要是成了，我跟你说，丁长江，咱俩就离婚。哎呀，怎么老不帮他说话呀你？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啊。那我给你说点有关系的。弟弟来电话了，又要钱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妈。哦，你回来了。啊，我跟你说，家里出大事儿了。什么事儿啊？你前妻回来了。程小玲回来了。先不跟你说，到你女儿房间去看看吧。哦。你怎么吃成这样？我吃成这样，我会吗？陈小玲，陈小玲，你怎么回来了？哎，别吵，倒时差嘛。你倒什么时差？你倒时差回酒店倒去啊？你怎么进来的？哎，我想我闺女了，回来看看不行啊？不是，你怎么进来的？王母怎么进来的？当不当这个毛病怎么还这么开？你到底怎么进来的？你回来怎么也不说呀？喂，彤彤，奶奶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啊。琳达 ，I miss you so much。哎呀呀，你怎么回来了？看你这孩子，怎么见了我跟你爸说的一样啊？妈妈想你了，回来看看你不行？你想我了？当初你和 David 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的时候，你怎么不想想我呀？离开这么久，一个电话关心过我的都没有，你现在怎么想起我来了呀？你看你在这待了几天，什么都没学会，你学会油嘴滑舌。你干嘛呀你？等等。先洗手啊，先吃个苹果。琳达，哎，干嘛呢，琳达？你干嘛对妈妈这样嘛？彤彤回来了。Mom, I miss you. I miss you so much, Mom. I miss you too. 哎，不对呀，妈妈怎么觉得你瘦了呀？他没给吃好东西啊！你现在长身体，要多吃点，知道吗？你胡说什么呀？Mom, how long will you stay here? Maybe forever. Really? Oh, goodness! 哎，奶奶，您赶紧做饭吧，妈，你饿了吧？嗯。奶奶今天没法做饭了，东西都给你妈吃了，恨不得连葱都没了。嗯，那我们出去吃呗，正好他请客啊。你想吃什么吗？烤呀 ？OK， 走，干衣服去。彤彤，妈，我敬你一个。哎，提醒你啊，我们已经没这层关系了。那我应该怎么称呼您？叫我林老师吧，听着舒服。行，您高兴就好。林老师，我敬你一个啊！一杯扶酒天赋颠寿，我干了，你随意。啊，红星，咱俩也干一个呗。我开车不能喝酒。彤彤，吃点烤鸭吧，这家烤鸭特别有名。彤彤，吃啊。行了行了啊，你别磨磨唧的，你爱喝不喝。这杯酒我敬我自己，一杯祝福，祝我自己永远都幸福。去了美国酒量鉴赏，还是你有什么心事啊？你这算是关心我吗？一日夫妻百日恩，看来我在你心里还挺重要啊。
你爱喝就慢慢喝，这瓶都是你的，没人跟你抢。我弄。彤彤吃啊。啊，你也吃点。哎，彤彤，问问你妈住哪个酒店。妈，哎妈，你醒醒，你住哪个酒店？你醒醒，妈妈，妈妈，你住哪个酒店？你告诉我，你说。不，你醒醒啊，妈。算了算了算了，别问了。彤彤，走吧。我留这儿陪他吧。他这么大一个人了，让他在这睡一觉没事儿。那个，你先送奶奶回家吧，我有事再给你打电话。走吧。你行吗？哎呀，我行，我行，你放心吧啊。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啊。起来吧。盼盼都走了。这是我的闺女。我说你又搞什么鬼啊？我先去冲个澡，冲完了妈妈跟你说啊。等我啊。我这资金吧，其实分了好几块，好几百万呢。之前有一部分吧，在一个农业生态项目里面放着，然后剩下的就全都在股票里边了。哼，听您这样，得是个千万富豪吧？我看着不太像啊。低调啊，我人生座右铭就是低调。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长线项目，预期收益值其实挺好的。我跟你说啊，我手里还有一个大型的娱乐项目，准备开始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啊？我倒是挺感兴趣的，不过我能干什么呀？投资啊！我们这项目已经投了300万了，然后现在还有一点资金缺口。你要是有兴趣的话，你投个3000块吧，对吧？然后我每年给你分18%的红，然后明天就可以谈合作的事情，你觉得怎么样？300多万的大项目，你差我这3000块钱，你是不是当我傻呢？哎，那。那你投那你投5000，投5000行吗？哎，不是，哎呦！哎呦，吓死我了！大夫，我这是在哪儿啊？你喝多了，掉沟里了。我喝多了？那谁送我来的呀？警察。啊？那我没事吧？都检查过了，啥事儿都没有，酒醒了，可以出院了。哎呦，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头晕。你浑身上下只有脚踝擦破了一点皮儿，啊，如果你觉得不放心呢，明天早晨可以做一个脑部 CT 检查。算了，CT 那得多少钱啊？哎，医生，我就是我想问问你是不是？那个人的头在那个重创之后，就特别容易头晕啊，然后还有丧失记忆什么什么这种，是真的吗？就你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会出现那种症状的，并且你头没伤着。
你头晕多半是因为酒精还没有完全挥发的缘故，放心吧。但是大夫，我最近总是感觉头晕，那这是怎么回事啊？总是头晕啊？之前受过伤吗？嗯，受过，一个月以前。嗯，我建议你还是做一个脑部 CT 检查吧，好吧？红星啊，哎，这样下去可不行。那你说，陈小玲刚走不久，怎么自己又回来了？我也想不明白。我看他这次回来啊，没安什么好心。妈，那个，我猜呢，他也待不了几天，所以您就看在您孙女儿的经验上，您就多担待一点。我知道了。刚才愿意跟他一起去吃饭，还不是为了你啊？不是为了烤鸭。我就知道我妈人民教师，通情达理，温文尔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行了行了，别耍贫了。我告诉你啊，姜老师的事儿，我还没原谅你呢。妈，现在大敌当前，咱们要团结一致。抵抗外辱。行了，知道了。等你前妻走了，再拿你试问。好了，行吧。那个，早点休息吧。啊。妈，你也早点休息。嗯。宝贝儿，跟妈妈好好说说话好吗？我跟你说清楚啊，我之所以会留在这，只是单纯的因为我不想回家。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妈妈专程回来看你，你不能对我这个态度啊！还有正事要问你呢。哼，我就知道。哎呀，你爸他现在是不是混得挺好啊 ？PAG 的创意总监应该还不错吧？不过他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有句古话叫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俩现在虽然分开了，但感情基础还是很深厚的。还有一句古话啊，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 fly。 我说你在国内学了些什么呀？这个地方用的不对，你别乱用，人家会笑话你啊。哎呀，人家现在心里只有那个关美洋，劝你死了这份心吧。他俩还在一起呢，这么久了，感情还挺深厚吧？情比金坚。喂，你好，前台，请问你今天退房吗？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这才几点？我刚从美国回来，我要倒时差。对不起，如果你今天不需要退房的话，请到前台交一下押金，谢谢。行，我一会儿就退啊，不住了啊，稍晚一点。你要退房啊？你要回美国了？谁说我要回美国？我这刚回来，回去干嘛呀？怕你退什么房啊？我跟你回家去住。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张红星是不是你爸？嗯。林凤英是不是你奶奶？嗯。我是不是你妈？嗯。那咱是不是该住在一起啊？嗯。那是他家，不是我家。行了，你小孩子别操那么多心啊！你快去刷牙洗脸，妈妈带你去逛街去啊！哎呀，我不去啊！快去，我们要退房了呀！快去！我去！
话，请。去去去，快点啊！别弄了，太丰盛了。来，尝尝我专门给你做的鲫鱼汤，香吗？谢谢。你尝尝味道，给我打个分。我尝尝。好喝吗？好喝。真的。这个菜呢，是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时候，你妈在做饭，我偷着学的，你还记得吧？那时候你前妻还在呢。怪不得我说这味道这么熟悉，原来是跟我妈学的。嗯。其实呢，我觉得我跟你妈挺聊得来的，还是能处得好的。那这段时间呢，我先把厨艺练好，然后先过了彤彤这一关。再给你妈好好处一处。古时候人家说先遣小姑尝，你是先遣彤彤尝。其实我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说。就是，对不起。喂。来，张红星，出事了，你过来一趟吧。要再不来，你的闺女可被人扣下当童工了啊！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你这么说谁信呢？哼，你爱信不信，你亲闺女看你管不管啊？在哪儿？我给你发个位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可能还是有点状况，我得先去处理。要我帮忙吗？啊，不用。我回头跟你说。嗯，我送你。行了，回去吧。你最近有没有听你爸说他跟关美阳有没有要结婚的意思？你能不能不提这三个字啊？我烦。哎，好了，别担心啊，妈妈现在不是回来了吗？我知道我在美国这么多年都没让你过上好日子，是妈妈没能力。你要想说什么直说 ，OK？ 彤彤。妈妈想明白了，这些年在外边兜兜转转，妈妈是再也找不到一个人像你爸爸那样对你好。所以这次我回来是决定要跟你爸爸复婚。复婚？嗯，那 David 呢？跟你比起来 ，David 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妈妈为了你可以放弃所有的一切。我算是听明白了。你呢？被人家 David 给甩，然后从美国回来就想跟我爸复婚。等等啊，这个地方我必须要声明一下，是我把 David 给甩了，不是 David 把我甩了啊。你既然都知道了，会不会支持我？没什么支不支持，反正呢，我爸现在也是单身，
所以他跟谁是他自己的自由。你要有本事啊，回到他身边，我肯定不反对。反正我明天就回学校，你们俩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哎，不过有一点啊，你们俩事儿千万别把我掺和进来。啊，还有，不许进我房间。好，我都知道了。你好，先生。好。请问要点些什么呢？有什么推荐的吗？那您先看一下这个菜单。哎，好。干嘛呢？哎呀，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把信用卡掰折了，先借我点钱。你不是从头让人扣了吗？我没钱付账，那人家肯定要把我们扣不下呀。你睡觉的时候怎么能够把信用卡弄折了呢？喏，骗你干嘛？拿点钱。你能告诉我你怎么睡的吗？你看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呢？江湖救急，我是要还给你的啊！快拿。真的很烦，欲言又止。这个吧，这个方便一些。你拿我信用卡干嘛？我下午不是还要带彤彤去逛逛街，买点东西吗？行，你拿走。反正我卡有密码。你卡的密码一定就是彤彤的生日。这些年了，你这点事我还猜不到。好了好了好了啊，我借的我会还的。先去工作啊，挣钱哦，快！你把彤彤给我看好。我知道了，那是我亲闺女啊，挣钱去吧啊，挣钱。你俩现在挺甜蜜啊，这小手拉的。啊？找我什么事儿？赶紧说。哼。上次张红星跟上官把我打了之后，这事儿我还没解决呢。张红星什么时候打你了？啊，不是，是张红星指派的那个上官把我打了之后，打完我呢，我就一直恶心、头晕、眼冒金星、吃不下饭、语无伦次，我头疼，然后上医院，医生说我的症状就是脑震荡后遗症，这事儿不解决吗？就你这样还脑震荡后遗症呢？来来来，你自己看看吧，这病历证明单，这是医生写的。总不能我说什么医生写什么吧？这件事情过去多久了？啊，你弄这有意思吗？派出所已经出过证明了。过去多久怎么了？张红星钱没有给我呀，所以我得找你啊。你找我有什么用啊？张红星这医疗费是要赔给我的，好吗？人刚刚在这儿，我没有说是给你面子。这个事情我觉得最好就是协商解决，要不然闹大了，为难的是你。干嘛？不是，别跟我在这胡搅蛮缠。哎，关美影，你别给脸不要脸啊！喂，石总。哎，博拜总监呐，现在有时间吗？啊？嗨，我想请你喝杯茶。请啊，你在哪儿？哎，石总，你可来了啊！坐坐坐。哎呀，来，先品尝一下今年这个新出的贵天下独运毛尖儿，看看味道怎么样。谢谢谢谢。挺好的啊，石总这么着急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哎，我今天请你过来，主要是想谢谢你。你为自然界设计的这个方案啊，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季度，
这款卸妆油的销售量一下子猛增了40%，品牌全系列产品的销售一下子猛增了18%呀。这一切都归功你张老弟呀。知道您太客气了，我只是做我该做的。哎呦，你别跟我客气了啊。我知道你的能力有多强啊，我很欣赏你的能力。自然界这个季度的媒介投放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鉴于这次广告投入取得的巨大效益，公司董事会一致通过在下个季度继续加大广告的投入。我个人呢，也是希望咱们能尝试一种新的合作模式。石总，关于这个部分您直接跟丽丽对接就行了，毕竟我只是做创意。老弟呀，我直说了吧，像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的圈子里一定有很多的资源吧。今后不断创意策划要你继续费心，如果你的朋友有更好的媒介资源，我也不拒绝大家一起合作。这个报酬呢，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石总，我相信 PAG 是您最好的选择，而且我也相信 Lily 会针对老客户提供最优惠的折扣以及最优惠的组合。哎，我是希望啊，咱们能进行一种更深度的捆绑式的合作。石总，针对广告创意方面，您有其他的想法吗？哎，这个嘛，暂时没有。我明白了。首先，我非常感激您提前跟我打这个招呼。如果您下一季度继续选择跟 PAG 合作的话，回头我就会请公司派人跟您联系。如果您对广告创意这方面没有其他想法的话，那咱们还是喝茶吧。啊。哇，你们这都买的什么呀？怎么这么多东西？哎，给闺女买点东西你还心疼啊？给闺女，不管香奈儿卖什么，闺女都用不着。闺女长大了，总要打扮打扮嘛。你怎么这么抠呢？再说呢，我在的这几天正好可以用用啊。你放心，我一定收拾好，不会占用家里的空间的啊。停！什么叫做你在的这几天？我这几天要住在这儿啊，我跟彤彤睡一个屋就行。不行，我不答应。你不答应？你别忘了我的信用卡可是坏了啊！我现在是可以住酒店，但是住酒店得你出钱，我这不替你省钱吗？这叫开源节流。你是嘻哈歌手吗？你的信用卡坏了可以补办，在新卡来以前住酒店的钱我可以先借给你。你要住在这儿，不止我不同意，我妈也不会同意的。我想到了，我给妈买的阿胶和野核桃，不去我不许。麻烦你别咱妈咱妈的，她是我妈。哎呀，张红姓这么多年就叫习惯了，这么叫亲热吗？我知道之前我可能做了很多事儿，对不起你。不过现在不是想明白了吗？你放心，我就在这住几天，保证不会打扰到你和妈。你帮我给他吧，我怕他看见我不高兴啊。我心意啊。我今天逛了一天累了，我先去洗澡，咱明天再说啊，明天说。等一下，你说，你等一下，我还没说完呢，你。拜拜。你最近可有点不顺势啊！哎，怎么不顺势了？顺势不洗脚啊？
哎呦，吓我一跳。什么声音啊？不晓得，我去看一下。妈，你先待在屋里头。哦，小心点啊。哦。你吓死我了！你在这儿干嘛？深更半夜的不睡觉，在这儿干嘛呢？哎呀，我倒时差睡不着，在这儿看个电影，我怎么了？你倒时差看电影，看电影，干嘛弄这个样子？彤彤不是在房间里睡了吗？我怕吵着他，我盖着被子不就不会影响到你们了吗？什么叫不影响啊？我跟妈还以为闹鬼了呢。比闹鬼还吓人，弄得我血压都高了。啊，对。妈，你没事。你降血压的药一直在那儿，你给他吃一口。不用不用，你别装神弄鬼就行了。去，妈，你早点休息吧。啊！哎呦，真是！吓死我了。陈小林，我告诉你，你想待在这儿，别出什么幺蛾子。我在这看个电影，我怎么了？你能别闹吗？闹什么闹啊！你在房间踏踏实实待着，别出来招惹我。猫，你才有毛病呢！哼，我还以为真闹鬼呢。啊，走。嗯，彤彤呢？还没起来啊？起了吧。奶奶，我起了。哎呦，快吃早饭啊！吃完跟你爸爸一起走，上学去。奶奶，对不起。哎呦，干什么呀？这几天我妈在这给您添乱了，我仅代表我个人向您道歉。那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尽量不跟她计较。谢谢奶奶。哎呦呦，行了，吃早饭啊。啊，对了，你妈呢？啊，她说你喜欢吃糍粑，给你买去了。是吗？哦。2万块钱，买的是哪一国的糍粑？这么贵啊！哎呦，婉爱妹妹，我给你拍的照片你看了吗？觉得怎么样啊？亲，我都看过了，不过你能保证这些都是正品吗？你要知道，你这个价格已经明显低于商场的进价了。你卖这么便宜，不就亏本了吗？瞧你说的，不是正品，我敢卖给你吗？我这价格低嘛，自然有我自己的渠道。这你就别担心了，你要实在不放心的话，就把发票拍给你总可以了吧？好啊，什么时候发货啊？你一打钱我就发货呀，姐给你包邮。好了，知道了。哎。啊，以上就是自然界项目组对于下一季度的广告的创意提案以及媒体投放提案，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现在可以提出来。挺好的，我觉得自然界能够选择跟我们再次合作，说明我们让客户还是很满意的。上次合作也能看出来，这家公司还是效益很好，履行能力、履约能力都很强。跟他们合作，别的不说，风险比较低啊。我们这边还听丽姐的，你觉得 OK 就 OK。那就这么定吧，既然石总主动找到了破牌，那么这事儿就由破牌来总负责 ，Tom， 你尽全力配合。放心。还有别的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大家先去忙吧。啊，你要帮我收一下。丽丽姐，自然界那个案子你就那么便宜那个抛牌？破牌这也是为了公司好。再说了。他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我，这个面子我总要给他吧。
但这样的话，他不是给公司又立下一项大功吗？要不然呢？既然这个石红光找到了张红星，就说明还是蛮看重他的。你不让他做，他也会去找别人。但现在都是敏感时期了，他这样的话会把你的风头全部都抢去。要不然说你还年轻呢。以我对薇卡的了解，他是不会回来了，并且薇卡在总部呢，顶多就有个建议权，没有任何的决策权。再说了，现在公司的代理 CEO 是谁啊？是我呀。就算泼牌干得再漂亮，这个业绩也是算我头上，何乐而不为呢？你这么说也有道理。什么事儿啊，都动动脑子。丽丽，跟你商量件事。哦，马三，你也去忙吧。托派，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我。你说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是这样，最近这个案子吧，时间紧，任务重，我底下的人都已经超负荷工作了，完成还是有困难，明显是人手不足。哦，需要点人手帮忙，没问题，你列个单子给我，我亲自去协调。是这样，考虑到调来的人吧，不了解我们创意部的工作流程跟方式，还需要时间适应跟训练。我是这么想的 ，Jerry 本来就是我的助手，对于我的想法跟习惯都很了解。如果他能够回来的话，事情会简单很多。破败呀，你说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Jerry 违反的是公司的铁规定，这个你是知道的。你说我就随随便便让他回来了，这以后公司怎么管呀？文总，特殊时期用特殊的办法，为了 PH， 我希望你能支持一下。张总，严重了。那要不这样，停薪留职的处分不变，先让他回来参与这个项目。劳务嘛，以补助的形式发，等这个项目一结束，我们再讨论他的下一步去留。我觉得吧，规定就是规定，希望你能理解。行，你说了算。来我公司干嘛呀？我介绍一下，这有律师邱律师，这有前妻关美洋。我挨打那天呢，他是见证人。关小姐你好。有事吗？我有事啊，我要告张红星和那个什么上官，所以我带律师来取证啊。您只要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复述一遍就可以了。你闹够了没有？这件事情那天的派出所已经了结了。是这样，派出所处理的呢，只是治安事件。关于这个民事赔偿部分，还得由法院来判决。第一，我不会做假证的。第二，这是我的公司，请你马上出去。不是梅阳，你跟张红星都分手了，你看你儿子份上，你帮我一回怎么了？你再不出去，信不信我叫保安？行啊，那随便你，这个你拿好啊。张红星我是告定了，这个你也别撕了，我家里一大堆。喂 ，Angela， 我正要找你。哎，那一万美金你收着了吗 ？Angela， 这个钱只够换银行的。你为什么还不要跟我说实话呢？实话 ？Angela， 你不要再欺骗我了。你做期货的一部分保证金，是去地下钱庄借高利贷才交上的，不是吗？是啊，那这还是
这还不是怪我之前那个股票经纪人吗？他老是让我买这买那的，是让我挣了些钱，可他心太黑了，每次拿走那么多，我心疼啊。我给你一个建议吧，你最近最好就还是不要回来的好。别回来，哈，我可是有绿卡的人啊，我只能在中国待半年，要不然我那绿卡就作废了。比起绿卡，我还是觉得性命更重要吧。哎呀，我没说完呢，这么多钱我上哪儿弄去？再配上核桃。哎呀！哎，这么结实。可不错呀。是万年不变的。哎，李老师，怎么没练球啊？哎呦，我今天下午去，下午见啊！好，下午球场见。嗯。哟，妈，您回来了。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别这么叫我，叫我林老师。这么多年，不是叫习惯了吗？您先别拿，过来啊。哎呦呦，干嘛呀你？干嘛干嘛，拉拉扯扯的。这是我昨天给你买的野核桃，吃了特别好，我专门给你砸好了，吃着方便。哦，这么多年，今天还是头一回呀。看您说的，我那时候不是年轻不懂事吗？这个吃了也好啊。这么说，这几年在美国学懂事了？不瞒您，这几年我在美国炒期货。真挣了不少钱，省着点花，还有女儿呢，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谁挣都不容易。您还真说对了，在美国炒期货，这钱还真跟大风刮来的是一样的。你把钱投进去，什么都不用管了，在家等着就能赚钱呢。哪有这种好事儿啊？当然是真的了，要不您看那美国人都有钱呢。哎，你跟红星这点工资就放到银行里那点利息有什么用啊？要不然您就给我，我有熟人拿出去，没几个月包您能挣大钱。我跟你说，这辈子我都没有想过要挣大钱，还真有这种好事儿啊？看您这态度是想投单？行啊，我刚才买菜剩了50多块，给我全投进去吧。啊，妈。这几十块钱可真不行。
那就没钱了，家里存款都没了。没存款了？这些年您的工资怎么也能存个十万八万的吧？哎呀，你不说这个还行，一说这个我就犯毒。怎么了？家里的存款都让红星啊借给关美阳了。我说张红星脑子进水了吧？那女人哄他两句就把钱给人抱过去了。你说他们正常谈恋爱结婚我也就算了，这关美阳拿我们的钱啊给他前夫还债去了。什么？跟这张红星脑子不只是进水了吧，被门挤坏了吧，跟人前夫了吧钱。所以说呀，存款没了，你这核桃呀也白砸了。陈小林，你给我过来。妈，怎么了？你用什么砸的？砸的核桃啊？就你手里这锤子呀。这是我的门前儿。你这，哎呦，天哪！哎呦，哎，出什么事儿了？老太太这么着急让我回来？不知道啊。你又惹老太太生气了？我干嘛惹她生气啊？今早上我给她砸核桃，吃的可高兴了。你干嘛去啊？哦，我跟朋友约了吃饭，不跟你说了，晚了。啊。啊，你回来了。啊。怎么了？这么着急叫我？你自己看看吧。把我的球杆啊，当锤子使了。妈，您别生气，回头我给你买一个新的球杆，你再忍耐两天，他很快就回美国了。我可忍不了了，你自己跟他战斗吧。我去你舅舅家，你送我一次。你不能走，咱们得团结一致对外。我耗不起了，我眼不见为净。你送我。行行行，您别生气，我送你。您把家里钥匙藏在花盆底下，这个习惯没改。要不然他怎么进得了我们家的门呢？哎呀，我哪知道他还记着这个呀。你只要把他弄走，你让妈干什么都行啊。你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糗，这算怎么回事儿？哇，印堂发暗，两眼发黑啊，你这是撞了哪路神仙了？陈小林，我前妻，莫名其妙从美国跑过来，现在是赖在我家不走。你啊，哥。
看来真是犯了桃花劫了。要不这些女人为什么排着队的跟你来战斗啊？鳞次栉比，前赴后继呢？是他蛮不讲理吧？也不太准确。准确的说，应该是阴魂不散。你有没有认识什么大师啊？帮我破解破解。瞧不起我？有我在还需要大师吗？我已经替你做过法了。就是因为你，所以得回来。整反了。真是，不用磨叨。说点正经的。我这就救你啊，给你道个喜。道什么喜？有什么可喜的？总公司大地震，空降了一个大 boss。姐，其实换领导在我们外企是很正常的事情，老领导任期到了，新领导过来没什么问题的。再说，你看总部天高皇帝远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可是天大的事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整个 PAG 要变天了。有那么严重吗？当然严重了。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自从这个大 boss 上任以来，总部的高层几乎是换了个遍啊。好像是有这个情况，不过就像您说的一样，新官上任三把火，我看换的也都是总部的人，跟我们实在没什么关系。那是因为还没顾上。提拔的人从哪儿来啊？还不是从你们这些中间力量当中选出来的。并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这次提上去的高层都是从业务部门上去的。那又怎么样？说明新上任的这位大 boss 对手下干将的偏好不再是管理型的，而是业务型的。咱们公司谁业务能力最强啊？这个关键时刻来这么一出，我这个 CEO 的位置真是岌岌可危呀。那怎么办呀？我们努力那么久，又让他们捡了便宜。哎呀，我现在烦得很，我没有心思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再说了，那个丽卡不是默认温丽丽是他的接班人吗？默认了吗？默认什么意思？默认就是没有明确的意见。他说你张红星不能做 CEO 了吗？再说了，他是我们的前任，他说的话只能参考，人事裁定必须是总公司领导来定。也就是说，您大有前途。那再说一次 ，CEO 这个位置我没兴趣，你想争取，我支持你，但不要扯上我，我现在烦着呢。不要再指我，别再指我。李立杰，眼前的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啊。你放心，我这个代理 CEO 可不是白当的。我这次倒要让上面知道知道，我温丽丽能不能干业务。喂，你好，哪位？我是张红星的前妻陈小玲，我们之前见过的。啊，您回国啦？寒暄的话就免了吧。我就在你们公司楼下，你下来一趟吧。有些事儿咱们得当面聊聊。好啊，那你稍等。好久不见啊。找我有什么事吗？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我们家红星是借了不少钱给你吧？这是我和他的事情。
据我所知，你借钱是为了帮你前夫还债，你前夫的事儿应该跟红星没有什么关系吧？陈小姐，这件事情没必要跟你解释。你找我还有别的事吗？是吗？这是红星家的钥匙，哦不，准确的应该说是我们家的钥匙。你说我们家的钱，你有必要跟我解释一下吧？你的事呢，红星跟我打过招呼了，我先走了。哎，美洋，你怎么又来了？那个事儿我想找你再商量一下。我不会给你做假证的。哎，不，怎么是做假证呢？医院开的证明千真万确的呀，而且这个事情对你也有好处啊。懒得跟你在这废话。不是，美洋，这事儿真的对你有好处。你想啊，你为我的事情欠了张红星这么多钱，他要哪天跟你翻脸了，那你跟儿子不得露宿街头啊？夏凡。你是不是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是混蛋、啊？不是，我是替你未雨绸缪，好吗？你只要说两句话，张红星钱就来了，你欠的债也还清了，我还能有钱，这不双赢吗？这不挺好的吗？哎，你到底是人吗？当初人家帮你还钱，让你免罪坐牢，你倒好，现在反过来敲诈别人，你有没有良心啊？不是美洋，当时人家是为了追你才帮我的，好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送你四个字：道德败坏。懒得跟你说，关美洋，等等。咱们这件事还没了清楚呢，你着急走什么呀？你们到底有完没完？哎，你就是关美洋的前夫啊？怎么了？我们家红星那钱就是借给你的呀。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们就想把钱要回来。不是你谁啊？我的前妻啊。别别别，这钱你别管我要，我先准备告他呢，所以回头谁出钱还不知道呢。告他？为什么呀？他雇凶打我，我现在二级伤残，为什么呀？昆明，你在想什么？你应该信任他。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不着，你给我把关美洋叫下来，我跟他聊。我凭什么帮你叫关美洋啊？你使唤得着我吗？哎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事儿啊！你欠我钱呢。行啊，你跟张红星说句这句话，你告诉他我们法庭上见。嘿。这什么事儿？妈，怎么了，宝贝？妈，这是怎么了？啊？谁惹你了？我全都知道了。你都知道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妈妈不是觉得你现在还小吗？可能有些事情不太懂。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我什么事情都懂了。妈，告诉我，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回来找爸爸的？哎呀，算是吧。不过你现在要替妈妈保密，先不能告诉别人，知道吗？为什么呀？我怕你爸为难。嗯。你 don't。Baby, I love you so much. Do you know? 我房间收拾好，你过来休息吧。我天哪！我欠钱的事儿，怎么让他知道了呀？这让张红星知道，我不就死定了？
如果你的前妻执意不肯为你作证的话，那咱们胜诉的概率要打折扣。那这个法庭就不能强行传唤他作证啊？你这是民事赔偿。再说了，你能保证他到了法庭之后向着你说话呀？那倒也是。那咱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协商赔偿。以我的经验，这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打官司啊，特别是咱们这个被告啊，一接到律师电话就懵了，再给他发一个律师函，他呀应该立刻就会决定协商赔偿。那行，那我觉得你回头啊，在我那个律师函里面把我的伤势写严重一点，让他们看着就害怕，对吧？夏先生，咱们还得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哦，对了，说到这儿，我倒是想起来了，到现在为止啊，您还没有给我看过您完整的验伤报告，哪怕是复印件都没有。这个您要知道啊，如果对方决定打官司，那这将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你说我才想起来，哎呦，我这伤得太重了，我脑震荡，我忘了。你不是说那个对方也不一定要上法庭吗？那咱这个也一时半会儿用不着是吧？我回头给你，啊，我回头给你。喂。啊，你好，是张红星吗？我是夏凡先生聘请的律师。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是这样，前一段时间你指使一个叫上官的人把夏凡先生打伤了，夏凡先生准备起诉你。但是我觉着在起诉之前呢，我们有必要当面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当时派出所已经处理了，我也给了他医药费，我跟他没什么可沟通的。喂，张先生。你最好能来一趟，我前妻关美阳她也来。你来了之后呢，咱们把那个事情啊，该梳理的梳理，该疏通的疏通一下，能够协商的我们也协商一下。能别再折腾美阳了吗？说吧，你们在哪儿？行，那我把那个地址我短信发给你啊。啊，这也是我律师。张先生你好，我姓邱，感谢您能来。是这样，上次啊，你们的人把夏先生打成了中度脑震荡，所以这次我想跟你们谈一谈关于这个索赔的事情。美阳吗？美阳怎么没来？嗯，算了，夏凡，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聊的，你去告我吧，法院怎么判？我怎么赔？哎，不是，张总，咱都是挺熟的人了，你说是吧？上了法院谁都不好看。今天邱律师把您叫过来，就是想着说我们私下商量一下，那个赔偿的数额，我肯定会让步的，你放心吧。我说了，法院怎么判，我怎么赔。哎，张红星，你怎么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这个人确实喝酒，但不是跟什么人都喝。我再告诉你一次，法院怎么判，我怎么赔。喂。喂，美阳，你在哪儿？我有事找你。我在办公室啊，你在哪儿啊？正好我有事找你。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邢小林的事情，是因为我知道，就跟我不想告诉你夏凡的事是一样的。但现在不一样了，再也没有什么人或者是事可以挡在我们中间。真的？好啊。
来可没吃的了啊！今晚咱们出去吃。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要去骚扰美羊吗？美羊，美羊，你叫的可真亲切、啊！我不是去帮你把钱要回来。那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钱是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钱跟我闺女有关系啊！再说我不是为了你好吗？我们这钱我闺女有继承权的啊！你把钱都给别的女人了，以后我闺女怎么办？我懒得跟你说，陈小姐，请你现在立刻马上从我家搬走。我不同意。就算你跟妈妈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但是你也不能这么绝情，说赶他走就赶他走吧。就是啊，还是我闺女知道心疼我。彤彤，你不懂。不就是为了那个姓关的吗？为了一个女人，你居然连亲情都不要，你不会以后连我都不要了吧？你在说什么呢？我虽然看出来了，你就是一个见色忘义的人。就是张无忌，你怎么这样啊？什么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啊，是不欠人人情啊！我去要钱为谁呀、啊？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彤彤，为了这个家吗？你不帮我就算了，还赶我走，你现在就是不可理喻。你能别躲在彤彤后面唱歌吗？你闭嘴！你要敢赶他走，我跟他一起走。彤彤，你怎么了？行，行。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这样子可以吗？怕为了这女人都疯了，给她那么多钱，没事吧？有我在，她不敢欺负。夏凡真的要起诉张红星啊？哎，我看他是狗急跳墙、鬼迷心窍了。人家前妻在家里赖着不走，上演一出狗血剧，居然没有蒙住你智慧的双眼，这次总算动了点脑子哈。别说没用的，行不行？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觉得你们真应该找个律师好好咨询一下。清官难断家务事，哪个法官愿意管着家务事啊？您现在这个已经不是家务事了，好吗？夏凡起诉了张红星。红星啊！哎，妈。你怎么回来了？哎呦，我在舅舅家，哪待得住啊？你心慈手软的，我怕你啊对付不了陈小莲啊。您别生气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死皮赖脸的人？明明不是一家人了，还赖着不走，在家也不打扫不做饭。我刚走两天，你看看家乱成什么样了，简直岂有此理。您就先看在彤彤的份上，再忍耐几天吧。我就是看在彤彤份上才忍着的。你得想办法让他走。查着了吗？什么是二级伤残啊？哎，这儿呢，这儿，这儿，这儿呢。重度智力减退，不可能吧？下肢高度截瘫。哼。我得打残才能符合这标准。鉴定报告肯定有问题啊！你看看那个，就你那夏凡，从头到脚哪像二级伤残啊？啊！我估计她是跟她美国的老公闹矛盾了，所以才跑回来的。但我确实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彤彤突然之间跟她这么亲热。总之。为了彤彤，咱们就多忍耐几天。嗯，这么老住着也不行啊。您别着急啊，我猜他也待不了多久。那个，他现在已经有美国绿卡了。按照那边的规定，如果超过半年不在的话，他就失去永久居留权了。所以，我想他也待不了多久。是吗？嗯。那要住着，咱们得给他立点规矩，行吗？行，当然行。
夏凡，我想好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跟张无兴呢已经分手了，你说他再来问我要钱，我也没钱给他呀，所以我决定，我帮你。你决定帮我作证啊？我不仅决定帮你作证，我还决定帮你把这事情做实。那你怎么帮我把事儿做实啊？哎，来，我凡哥，看看这个印章上写的什么，念念。分局鉴定科啊，这，对啊，鉴定科。嗯，我再好好看看，念念啊，每个字儿都念一下。分局鉴定科嘛，应该没有错别字，对啊，是吧？咋了？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伤残鉴定不是分局鉴定科出的，可是残联。你知道二级伤残什么样吗？要不要我们俩现在帮帮你，让你知道知道？嗯。这么着吧，我呢再给你投资400块，你呢费点心。弄个稍微真点的这个证明，到时候你讹成了张红星，利润可以分我一半，是吧，凡哥？说不，那你俩什么意思呢？你知不知道私造伪证是违法的？你信不信我告你啊？美人儿，你得看在我凡哥是你前夫的份儿上，你还可以去牢里给他送送牢饭什么的。到时候要不然他在社会上呀，这个挨饿饿肚子，还得动脑子挣钱吃饭呢，是不是我凡哥？还真是啊。哦。哎呀，不行，我伤的太重了，我得先走了。哦，是吧？鉴于陈小玲同志信用卡毁损，在暂住期间允许小额度贷款，但是要按照银行规定的利息还款。那利息是按中国银行的还是按美联储的？你可真是的，你花的借的都是人民币，你说呢？那可不行，还的可是美元，现在兑换率越来越低，通货膨胀天天都在涨，那我不亏大了？行啊，那照市行的汇率还款，可以了吧？就这样吧，谁叫我寄人篱下。第二条，暂住期间，陈小玲同志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不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什么时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了？我不是还给妈砸核桃了吗？再加一条，不许再碰我新的门球杆啊！不许碰新的门球杆。